我也希望你能早点开始新的生活。小玲，正事要紧，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正事啊？说什么正事？你怎么了你？什么正事儿啊？说吧，你想说什么？其实我想说，他就是想让你发个朋友圈，公开你和苏队长的关系，但是他怕你不乐意。你也想啊？啊？说实话。想。那。如果只是你想吃瓜的话，那我肯定不配合的。但如果是苏大队长，他也想这样，那我当然要满足了。来吧。那就行，那就行啊。行，算咱俩聊机成功了，干一杯。吃点，多吃点，这家挺好吃的，真的。发哪张啊？就发这张，就这张。这张不好看，不够庄重。官宣嘛，就是应该清秘一点啊，就这张吧，就这张。行吧，那我要屏蔽长辈啊，不然太尴尬了。除了长辈，其他人都看得到。嗯。发。行了，如你所愿。行了，来，干杯干杯，多喝点。我的帅哥人呢？陆群，嗯，都怪你。行了行了，海城最帅的两个帅哥在这儿呢，哎，赶紧喝酒吧，这快吃东西喝酒。恭喜恭喜啊，恭喜，多喝点回家啊。干杯。一个是人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那人里只有你。良心何在？你怎么来了？望见你。你喝酒了？但我现在很清醒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好，说吧。小珍，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句对不起。当年是我太急于求成了，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，我一到那边我就后悔了。我们的事情已经翻篇了。不，你听我说完。我去了那边之后，除了每天去上学，我就是在那个五个平方的军租房里面待着，一个朋友都没有。是这今天跟你的回忆在支撑我到现在。你知道我多希望可以回到以前吗？你知道我有多想挽回这一切吗？可是我到了那边之后，你删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，我只能给你发邮件。我想跟你说的话，我全部写在了里面，但你一封都没有回过。我没有回复，是因为没有回复的必要。不瞒你说，我也没有打开过。当年你为自己的前途考虑没有错，当然了，我当时的确很生气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怪你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。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已经不在原地了，你难道还在吗？我挺清醒的，
庆幸你没有在原地。我这些年我除了后悔，我除了愧疚，我还一直在想，如果你还在原地的话，我一定尽我的全部来弥补你。但你现在已经重新开始了，我依然会祝福你。我现在已经和苏清愁在一起了，所以很抱歉。我也希望你能早点开始新的生活。放心吧，不过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啊。嗯，会的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你也早点回去。徘徊很久，独自走过的街头，路灯点点温柔，风又为谁停留？有些话就算再找不到理由说出口，能真诚拥